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看到这个路边上，这个春芽已经发了。哎，这个老好吃了。哎呦，先我先看这啥味道。就这种，你看这种红色的，看吧。给我爸两个，现在正嫩的时候，给我爸两个，先把它搞一点回去，炒个香椿炒蛋。嗯，你看这一簇长在这个最尖尖上面的，这好香。你商量，我拿你商量。好，哇，你看，这个都是还刚刚才出来的，好漂亮是吧？那我把你也太危险的，我那搞这起火不容易啊。好香啊！不要打，狗子见着又打的，这粉怎么那个都爬？好吗？这是好脆。哎呦妈，打哈！我二姐把你联系过来，真的。好打，好打，好打。妈妈，你拿手机去。你打，你得点点上。你看看。这叫哈子。我捡点上也得不得？得了。哎，给，到家里了。拔不得。别吃着，别吃着。我还，我送去的。啊，你送。他不要，他要我包。哦，给好了。哇，这摘的太过瘾了吧！好的，好的，好好好，还了，还。哎呦！好的，看这会摘，你宝贝，看，你也过来摘。哇塞，全都是嫩芽上的。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，好红，是吧？哎呦哇！这一餐都吃不完嘞，得切了好几餐。凉拌的，炒鸡蛋，然后再把它晒干了，搞那个什么虾，妈妈还会搞么虾？炸椒的吗？还会炸椒，起那个起炸，跟那个面粉。好，好搞了吧？好了，搞你搞得到，你搞不到啊！又得，搞了这么多，想搞衣服兜去，来，兜去破回来。